伙伴们，大家好，这是换脏的宠物视频吧，也不算宠物视频吧。今天我们来开一个箱吧，我先打开 BGM 吧。粉丝送的小零食应该是，虽说买家送了个开箱的工具吧，但是我还是要用我的手术刀来开。哎呀，快递小哥。怎么一直是把我的名字写成又脏呢？我们来看一看粉丝送了我什么小零食吧。粉丝送的啊，发货单。来看一下吧。锅巴。还有鱿鱼丝啊，我们先打开这个看一下，尝一尝吧。总是会有粉丝寄给我奇怪的，拿。给小伙伴说一下，最近的话，我在学校里进了尖子班。时间可能不是比较充裕了。更新视频可能会变得，时间非常长吧。可能会一个月一更或者是两更啊。在此通知小伙伴们一下啊。也可以加群，在我简介里有，一起来。